亲爱的各位小伙伴，本期来当小白鼠了。当小白鼠的话，就要有当小白鼠的样子。这不，天美又出来三个礼包，真的是每逢周五的话，天美就出来这个礼包呀。本熊掐指一算，这个礼包出来的话，坑归坑还是要抽的。但是这一次的话，本熊不一个个抽了。这个视频的话，我们把这个超值皮肤密宝还有这个英雄密宝一起测试了，所以的话，本熊一次性购买了20个。这个皮肤以后就沉寂了，没想的话也不会实际好运气。结果的话，20个超值皮肤密宝的话就中了一个皮肤，想想400点这的话就换来这么一个皮肤的话，好像也是有点亏的。既然这个皮肤不中的话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英雄密宝吧。这边的话还是老样子，先买了20个测试一下，希望能跟第一个礼包一样，让我第二个就抽中英雄了。所以的话，小白就继续期待一下，看一下我会不会抽中英雄。结果的话，20个英雄密宝的话前进后过。40个箱子，分别怼这个皮肤和怼这个英雄，但是的话你没看到，没啥好运气。既然这两个宝箱的话都没有啥好运气，是不是要怼一下那个优质皮肤密宝呀？最后的话，本熊问你们一个问题哦，不知道小伙伴你们有抽过天美的宝箱吗？难道你们抽到最好皮肤是什么呢？可以在视频下面告诉本熊哦，快来告诉本熊哦。